出爱的起承转合，实力与人气高居不下的告五人，今晚也将担任颁奖嘉宾，增添典礼风采。之前说如果得奖的话，会去麦当劳发一个奖发一百个大麦克，对，所以四个奖就是四个奖就是400个大麦克。这个来这样。哇！昨天没有吃晚餐，到现在都没吃。对，所以等一下想大吃一顿。我很少啊，等一下有。我可能等一下有没有巧克力啊？等一下我吃。小心，怎么了？谢谢你，你知道的。OK， 小心，不客气。肩膀不要互相撞击。知道啊。我今天穿高跟鞋。有点回娘家的感觉了，金曲奖给我感觉很温暖的回忆。今天的造型，今天的造型就是属于这个大家看我这个垫肩，对不对？是代分别代表这个爱与和平，爱的部分是属于这个绝对不会着凉的这个路线。入围最佳新人奖的凤小岳带着他超帅的儿子凤谦一起走上红毯。会紧张吗？会紧张吗？还好。你觉得好玩吗？蛮好玩的。对爸爸有信心吗？有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点头表示 OK。弟弟 OK 吗？挥手，挥手，挥手给大家看。他说 OK。秀馨姐最近是有好事吗？不然怎么那么脏？哦，跳一下，跳一下。不行，是不是？16吨。大妹驾到，摇一摇一摇，爱情我一点头。我今天是以一个无性别跟非二元论 unisex 的感觉，要不要再转一圈秀一下你今天的造型？这很难转嘞。